红顶区红顶国小举行老旧校舍拆除重点工程动土典礼，副市长张正元亲自主持。伊也毋忘新校舍会当如期如期完成，提供学生有更好的教学环境。我们务必要如期的完成啊！不要耽误了我们明年要办校庆的日子啊！一定要在明年按照我们的纪律，在八月以前啊就要完成啊！那我们再次恭喜安定国小啊有这个校舍翻新的机会，我们希望新的校舍完成之后，我们同学们可以在最好的环境里面来成长、来学习，啊，让我们的老师们也有最好的环境来教学。那我们也预祝今天的活动顺利、圆满、成功。在市府全力协助之下，在1905年12月核定补助款1亿3365万，在1907年10月顺利发包。由繁华工程有限公司得标，需要420个，工作天员工。